吴总那一直偷偷看你，看看伊拢唔惊伊女朋友会食醋。我甲伊的前某生到足像的，所以哦，之前有淡薄仔误会啊。吴信台安尼抓一个甲伊前某同面的查某金金看，抓一个竟然阁笑会出来。我看，伊应该是咧勉强伊家己啦，假大方啊。男朋友，你女朋友在这，你现在在看到啊？你刚才看下去，我是吃醋。歹势，歹势。其实哦，我到现在也是不敢相信，这世间哦，竟然有人跟尤芳生得那么相像。我是跟你关生笑的，你没说这么认真啊？这当然要认真啊，我不能把你的理解当作是理所当然嘛。在我决定要跟你做伙的时阵，我就想清楚啊。尤芳在你的心目中，永远有一个位置。所以信台，只要你真心对待我，安尼都够啊。哦，吴总，都参照我之前所讲的啦。即马伊爸以后出错啊！阮环宇集团员工是压倒性赢过黑旗集团啊！我身为环宇集团的副总啊，对于未来上的规划，我嘛是有权利讲话。只要咱两边啊继续合作，凭我的能力，我绝对有才调啊，会当把无极生技塞去你未来层相关的位置。陈副总，那是我无记唔到，黑旗集团的董总裁是你的爸爸。你就唔惊，别人会讲你对家己的亲生爸爸落井下石。在公司上啊，因为伊个人私底下恩怨，伊对未来层的规划哦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啊，在私底下咧，家里事事对伊来讲啊，拢只是工具啦。伊甚至哦，搁塞了阮妈到卫生界线呢。你敢有良心啊？在你人生上黑暗的时阵，是恁爸尽全力扶持你起来做立委。伊甲恁妈妈是安怎对你失望、对你称心，你心内知知的。你歹事做尽，让爸母失望，唔知影害爸母，敢有面讲这番话？你若真正对因这么尊重，那安尼，你就有你爸倒来囡仔细谈啊？哦，雅姐，你无需要甲这款人生气啦。什么的这款人啊？吴信台，你是讲什么笑话啊？你莫是要伫欧副总的面头前搞破呢？我讲啥？你心内真清楚啦。敢着爱我，搁讲较白。行。欧副总，你们两前两个人拄只在讲。代志，我无兴趣。对啦对啦，无呀无这的代志哦，莫听啦。食饭风底大，哎，这间餐厅的小菜少食啊。我看这个吴信台真正是对伊的前某旧情难忘啊。我若是对蝴蝶做一挂，让伊挡袂牢跳起来的代志，凡事也一个对失望，两个人就会冤家分手。哎，吴总啊，你头上遐有物件，来，我来看卖。我唔是和你摕来当作别人冤家的工具，陈副总，你嘛袂少岁，这款鸡鸭肠少啊多的无数，你袂感觉见笑，我会。陈东旭。你敢不是要好好巴结欧副总，是安怎即马莫名转头花啊？哦，你了欧副总这样生气呢？安尼回去是免得向江总裁交代啊？
看出来咱双方有合作的关系，才会甲你食饭。啊，不过想袂到你甲团门中同款笨手。欧副总啊，你讲这话是有淡薄较超过呢。咱两人见面才无几届，五个镜头拢算会出来呢。你对我偏见哪会这么深啦？那安尼咱双方面是要哪继续合作的啊？真简单啊，看是你寰宇集团要换领导的人，还是我这边换，我拢会用你啊。欧副总啊，我是唔知你之前听过什么谣言啦，也唔过人咧讲啦。谣言止于智者。敢讲你真正相信拄只王小姐所讲的话啊？是啦，我承认啦，我甲武总的哦是无啥拄好啦。也毋过伊即马甲王小姐做伙呢，伊当然嘛是会趁这个机会讲我的歹话啊。王小姐是替恁爸讲话呢，我嘛听袂出伊有啥物歹意啊。而且是你先批评恁爸的，嘛话做是任何人拢会听袂落去。我迄是就事论事，帮理不帮亲啊！敢讲这种公正的态度会让人看袂顺眼？啊，是安怎要做一个公平的人，这么困难啊？公平的人，陈东俊，我早就调查过你啊，我嘛知影你甲王雅琴亲情是阿某。啊，不过迄当阵你为着外口的查某是安怎对待情某的，这新闻哦，我老甲众人知。即马你伫我面头前讲这话，拢袂感觉见笑。吴总啊，我承认啦，过去是我耳空轻啦，你相信少林讲的话，才做唔到代志，所以唔才会。坦白讲啊，我对你的印象歹到有错。你批评你爸无打击，啊，不过你煞想要利用我做西南部长，还有王雅杰的工具。你啊，真正是个卑鄙阁无耻的啦！拄只生你迄个嘴皮啊，拄拄啊好呢。吴总啊，我心里是我做唔到代志啦，啊，你都大量大量原谅我好吧？原谅你哦，也轮袂着我。以后甲寰宇集团的合作，我绝对袂阁甲你有任何的接触。你上好，莫阁甲我讲讲多。吴总，吴总，刚刚你袂当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啊？我话已经讲到足清楚，你莫挡下路啊！吴总啊，拜托你给我这个机会啦，拜托你啦，请你给我这个机会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！派人，大派人，不让你死！哎，少爷闭嘴闭嘴啊！你给我倒了，阿鲁我报警啦！你神经病了啦！我跟你也无熟识啊！你凭什么讲我是歹人啊？你我提起水枪搞我白喷的，谁叫你歹人啊？当然是你啊！谁叫你欺负阮某啦？恁某，谁是恁某啦？吴总啊，这是哪个？是啦，伊是阮翁啊。你不是在泰国，你哪会走回来？妈敢知影？你拢走来台湾啊，害我一个人足无聊的。我着请管家帮我买机票，飞过来找你啊。那安尼，咱会当走啊？行。等我一下。牵手，行。原来欧副总的翁婿是一个动容的哦。好，下礼拜，下礼拜见面再讲。好，拜拜。小姐讲，公园内底有爆裂物，敢是炸弹？哦，有够恐怖呢！是你！啊！
对，不对，伦伦，这代志是发生在几年前，我的太太错怪好心，还有我的小弟去清迈附近度假，想未到所以遇到事件，引起遇到恐怖攻击事件。恐怖攻击事件，你说呢？阮太太的车叫空炸弹，炸弹爆炸，当场我的后生都无去啊。虽然我的太太有救回来，啊，不过因为闹事，免职无人。我的小弟受伤上轻，也因为伤得闹，造成心肌退化。我无法度救出我的亲人，我真的足挫折的。这是我一生中上危险的代志。强总啊，你所讲迄个意外，敢是发生伫三十年前，差不多是1993年年底迄个时阵的代志。你哪知啊？哎爸，这年拄好。啊不，强总你卖误会，因为三十年前的时间点，我嘛伫泰国，我咧保护一个非洲国王伫泰国做访问。嘛拄好，就伫清迈附近，嘛是这尼啊拄好，去拄到恐攻事件，甲你拄啊所讲的状况是同款同款。是啦，我当时的印象是现场足侪人的，有足侪警察，伫啊巡逻啦、指挥交通啦，所以我想应该是有重要任务要经过。哦，原来是非洲国王，有对啊。想袂到三十年前，咱就已经出现伫个共一个所在啊！不过这算起来，无算讲是一个真好的缘分啊！迄当阵的爆炸所造成的冲击，还阁毁灭，我到即马想起，还阁规身躯皮皮喘。我接到电话，哎，蝴蝶，安怎？什么？少怀家己坐飞机回来。好好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好，好，再见。有点，拍摄哦，我出来都要有代志，我不是要赶回去。你甲雪清讲一下。好，不用这里。我嘛是爱感谢你救我一命，也够有啦。麻烦你，你若有听到，或者是讲想起来，甲迄个爆炸案有关的代志，请你一定要跟我联络。多谢。